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无论三战热门阵容如何改版，都一直能玩的万金油常青树桃源盾。因为三个武将从 SE 开始就可以从大卡池获取，所以基本人手一队，无论是大佬还是平民，都会有很好的体验，而且能做到队伍共存。这个队伍有着蜀国阵营加成外，还有特殊的缘分加成。先来谈谈 SE 的桃源技能：刘备暂避线阵营，关羽圣器纵兵，张飞落凤横扫。到了 F2 加了兵书系统，刘备带上元骑毕恭立军，关羽带后发先至鬼谋，而张飞以智击乱鬼谋。 S3 以后，刘备兵书加上偃戌，张飞和关羽则加上降威。 PK 赛季后，暂避如果需要给无枪的话，刘备可以换圣骑，关羽则换威谋迷抗击行阵，张飞换上机骑剁龟横扫，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刚勇绝地，而刘备的圣骑也可以换成御敌屏障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有什么好玩或者想了解的阵容，可以后台发私信，说不定下一期就会出。我是三国志中大仙，如果觉得视频不错的话，请给一个三连哦。